手机是关机的，先下面我们开机一下。开机键长按了这么久，屏幕还是没反应，然后我们用最原始的方法激活屏幕。按了这么久，屏幕还是没反应，我们再开机试一试。屏幕还是没反应。现在我们电话打一个。手机按着屏幕没反应，震动键是有用的，屏幕是没反应的。让我们打个电话试一下。打电话是有用的。屏幕都是没反应。没有反应。